者邱巧珍台北报道，侯佩岑因出席一次美间限定香氛房，奈不归华为探索香氛区、美食香氛区、手作画艺区及拍照打卡区。探索香氛区将提分美离，记者邱巧珍说，香氛体验区可品味香水的前、中、后味。记者邱巧珍说，台北中校 SODO 大门口的 TIFFANY